看这一题，这里他说哈，现在有甲乙丙丁戊己庚，总共七人呐、啊，他要选五个人排成一列，然后其中哈甲不能排首，甲不能排第一个，乙不能排第二个，丙不能排第三个。那么他说总共有几种排法，那我们就知道说哈，甲哈不能排第一个。且乙不能排第二个，且丙不能排第三个。好，那我们用排偶原理，这个等于多少呢？这个 n， 然后这个是甲，甲排第一个，啊，这个多少呢？或了啊，乙排第二个，或丙排第三个。然后的话呢，给他取补齐，就是全部给他否定。那这个话就等于是所有的状况数扣掉多少呢？扣掉哈、哦、甲排一或乙排二或丙排三。好，那现在把它展开，展开以后的话就多少？就是 n 哈、哦、u 减掉多少呢？一个的甲排第一个，甲乙排第二个，甲丙排第三个，啊，正负正好，加多少呢？甲排第一个，且乙排第二个，甲排第一个。且丙排第三个，那再加多少？再加那个乙排第二个，且丙排第三个，这样子，那再是三个的哦，就是正负正，哦，就是减掉到 n， 甲排第一个，且乙排第二个，且丙排第三个。好，那这样的话总共多少呢？总共几种方法？这随便排，随便排的意思就是说我七个选，随便选五个出来排，那就那七个哈、哦，选五个出来排。啊，扣了多少？扣掉呢？这个甲排第一个，甲排第一个的话，那剩下什么？剩下四个位置嘛。剩下四个位置的话，就从六个人取四个人出来随便排。啊，这个一样啊，这个就是以第二个位置固定嘛，啊，其他剩下四个位置，你从六个人找四个人出来排，所以这三个数目都一样，就是三了哈，它乘以多少呢？乘以哈，剩下四个位置，因为你第一个位置被占掉了，剩下四个位置要排，那就从六个人，取四个人出来排了，哦，这里到这里就减一了。它、啊、加多少呢？这一样，哦，这三个的数目都一样，三，它、啊、乘以多少啊？你甲第一个固定了嘛，乙第二个固定了，剩下多少呢？剩下那个三个位置嘛，三个位置有五个人，哦，剩下五个人嘛，没有三个位置的话，由剩下五个人哈、哦、取什么呢？取三个出来排。剩下五个取三个出来，哦，这有规律的五四三嘛，那最后这个是减掉了多少呢？现在的话哈，甲固定了嘛，第一个位置排定了，乙第二个位置排定了，丙第三个位置排定了，那剩下两个位置，剩下两个位置由四个人呢取两个出来排，好，那这个就说的状况数了，那是多少呢？这是七。七取多少呢？七取五了啊，等于二五二零，好，二五二零啊，减掉三乘以多少？六取四，三六加三乘以五取三，六十。
减掉多少呢？四七二十二，好，我全部把它加起来，二五二零，减掉三乘以三百六十，加上三乘以六十，啊，减掉十二，等于一六零八，所以这一题答案是一六零八。